现在是当地时间7点钟，小钟又来到了机场，那个航空公司说你可以飞了，但是不知道下一程怎么办，然后让我到机场了。现在是改好机票了呀，改到了下午1:30，然后呢是另一个航空公司的，所以我现在又要回家了。Later， 我们现在又要出发了，被他们这个非洲的搞得来，给这个非洲的航空公司搞得来无语了，然后现在又要让我去。经过了2-3天的等待，换到了这个登机牌啊，前往几内亚。我现在火锅子都等出来了，终于要登机了啊！航班都已经恢复正常了。这个廊桥什么的还是跟咱们国内一样的，因为这个就是咱们中国的公司修的。今天搭乘的航空呢是阿斯盖啊，它的中文名字呢叫泛飞航空，总部呢是位于多哥的。除了护照之外的话，在非洲旅行比较常用的还有这个黄热疫苗本，然后呢就是现在的这个疫苗卡，新冠疫苗卡。我们这个疫苗卡呢是经欧盟认证的，所以在非洲国家基本都能行。大家肯定都很感兴趣，小钟从多哥去几内亚的机票是多少钱？那我订的飞机呢是差不多将近5000块钱人民币的往返，它距离呢大概是1600多公里吧。有时候大家有一个误区，觉得非洲这么穷，那什么东西应该很便宜，但其实事实呢刚好是相反的。在非洲啊，坐飞机是相当贵的，尤其是这种比较不发达的地区，它的航线比较少，航空公司比较少嘛，所以成本也比较高。那我们就几内亚见吧。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泛飞航空的机餐啊，这个是水，矿泉水，然后一块面包，一个黄油，这个是一个什么糕吧，然后有一份沙拉，沙拉里面有葡萄干，然后这个是小钟要的鱼啊，它有两种选择，一个是鸡肉的，一个是鱼肉的。咱们看一下它这个鱼里面都有啥啊，里面配的是米饭，然后有秋葵，还有这个鱼块。小钟从早上7点钟到现在2点钟一直没有吃饭，那我们先开动了。那我们现在呢已经到达了马里的首都巴马科，西非历史上比较有名的一个帝国叫马里帝国，其实就在这个地方的，还有一个熟悉的名字叫廷巴克图，也是一个特别神秘的地方。那我们只有等有机会的时候再一起去探索吧。我们看到明星呢，这个是他们的明星啊。刚刚那个是他们的明星啊，他们这个明星还有单独的待遇呢，就是那个比较小个子的那个人是他们的大网红啊，也是他们几内亚的明星，所以他们坐的车都是专车。特殊待遇啊，这个他们这个车是红旗的车子吗？咱们现在是已经出海关了啊，签证还是很顺利啊，没有被刁难啊。小钟的箱子，哎呀，咱们出来啦，看一下飞哥在哪里啊。这个几内亚的机场是真的挺小啊，然后一出门就看到这个3一重工的广告，看来这个业务很广啊，在几内亚。感觉这边的红旗的车还挺多的，看一下那个黑色的就是红旗啊。吴哥好，飞哥好，你好你好，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。
我们刚刚堵了四个多小时，四个小时啊，35公里堵了四个多小时。天哪，走，咱走吧。走。今天星期天嘛，我们本以为不堵车，这边星结果堵是吧？很少堵车。现在机场人也多。是因为几天的航班全部堆到今天了。哦，对。之前的前几天都没有飞嘛，所以整个航班都是这样的。之前有人跟我说几内亚的海关比较黑，让我小心点。那可厉害了。真的吗？但我感觉还好啊，他没有怎么为难我。看你比较帅。我也不帅。Merci。这是咱的司机。走吧。咱们现在找到一个中餐厅，叫异乡园。在几内亚中餐厅里面是相当老牌的一个。老牌的。它的应该算现有的是最早的。他还想出来想越狱你干嘛？这是真的。哦呦，你点啊，你点没事，你吃什么我不知道，你们口味我其实都还好，什么都行。你看，天哪，就吴哥你点的这个酒啊。嗯，飞哥点的。嗯，飞哥你这个太补了吧。吴哥想喝。吴哥这个有一斤吧，差不多。哦啦啦，八两是。天哪，我怕。他这个以后没有一斤，你看这三个小哥都。我们是成功会师几内亚，感谢飞哥和五哥。来来来，我真是一年喝一次的。热烈欢迎啊！谢谢。少喝点，不能喝少喝。好。嗯，还不错。药味很重啊，这个酒。有股中药味。对对对。来，吃吧。好，吃吧。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哈。对。这个是蒜苔炒腊肉。蒜苔在非洲也是稀缺的东西，都是空运的。这个是啥，五哥？这是海虹炒什么？海虹。然后这个是三文鱼，这个很新鲜的，空运过来的。这个应该是毛血旺。嗯，谢谢。这个是鸡汤。鸡汤，对。好嘞，那我们开动啦。这还有一个牛腩豆腐煲是吗？对，牛腩豆腐煲。哎呦，谁来比比你谁的？再喝一口，听一下我。那这个你起来好了，好。我喝的比较慢，没事，我说一下，我们第一次喝，能喝多少喝多少。这个是啥呀？油面。油面。嗯。让它煮烂乎一点，应该会不错。是的，煮烂乎就下饭了。长得有点像八角。嗯，好呀，可能不正宗吧。我也没有吃过正宗的。来，这个。好。嗯，吃吃吃，没事。可以，不错。飞哥已经是第二杯了。五哥也是第二杯了，小东还是小八菜，以后这个小八菜就我来当了。你那个已经很厉害了，大家看那个酒量。我不行，我小哥。五哥比较照顾我，就倒了小半杯吧。再给你倒一点。好，行，谢谢谢谢。我们那边叫发财酒。对，好像就是这样的。啊，极限了！极限，极限，说好赶的。我极限了，我缓一缓。你们俩都是干了两杯，我是干了一杯，我认输。我们把它干了，我们三人再来一壶。还来一壶啊？等一下，我缓一壶。他那个大酒量，不能跟他比。不，五哥，我看你是深不见底的。不，我只是能喝快酒。他喝酒是什么呢？这样的。我恨不得这么大一个杯，一直喝。无中止。无中止啊！一直喝。一直喝，我要无中止，一直喝。就是五哥。